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跑车 ，I'm a 修理车。大家好，我是车行小姐姐。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台同时具备跑车与修理车外观的英国原装跨界跑旅。没错，就是这台2017型的尼桑 Juke。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观。那我们再听一下它的钣金的声音。小编，你说它是通过什么撞击啊？欧洲安全撞击测试。所以它的安全性是非常的没问题的。那这边我们看一下它的后门，它的后门它的设计也是非常可爱。它开门的话是从这边这样子侧边打开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后面，它的后面也是非常大的。你看一下它这边椅子是全部都可以把它打平的哦。椅子打平，那这边就可以载非常的多东西。那这边也是一样，都是可以打开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下面这里，它下面这边有四颗倒车雷达，这是它的后视镜方向指示灯。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边，它这个是摸门解锁的，所以只要按一下它就可以打开。那我又把它锁起来了，所以我再把它打开一次。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中控锁，中控锁的部分。那这个地方就是调整大灯的水平，然后这个是后视镜的收折，然后这个是循迹防滑跟胎压检测。那我们看一下内装，它这一台是免钥匙的，所以它只要按一下它就能启动。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方向盘，这边是它的那个多功能快播键，因为它这台可以连接蓝牙，所以它可以直接从这边控制。那这边是它的定速，定速如果你都是开长途的话，你就很适合有定速功能。那我们看一下它非常香的里程，它仅跑60000公里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它可以连接蓝牙，那它有行车记录器，而且它是前后的行车记录器，就是可以看得到前后的即时影像。那这边我们再返回，它这边如果长按就会跑到地图的地方。那我们再回到主页，它这台车如果你在车上，车上的小朋友还是车上的跟你一起同车的无聊的话，你可以切个电视给他看。它这台车也有数位电视的功能。那在这个地方它有USB 的插槽，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现在最多人在意的就是有没有倒车影像，它这台车也有倒车影像，没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座椅，我觉得它的座椅就是蛮好坐的，它是高包覆性的座椅。那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一台车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有 YES 认证啦，它的 YES 认证是确定没问题的。健康宝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它的恒温设定，这个模式它就是恒温设定，那这个模式它就是驾驶模式的设定。那我们看一下恒温设定的部分，就是它就是控制风量大小跟温度。那这边驾驶模式的话，就是你还可以选择说你是用什么模式来开车。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他们前面的座椅是高包覆性座椅，那当然它的后面也是非常的好坐。那看一下它的皮面，也都还是保持得非常的漂亮。它的引擎，它是直列四缸自然进气引擎。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边的贴纸，确定是2017型的哦。那既然它是2017型的，它的轮胎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轮胎，它的轮胎它的胎痕也是都还很明显哦，还都很漂亮哦。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上好名车顶级车辆尽在上林。那你如果有更多的资讯想要询问的话，就直接 call 号给我们老板。最后别忘记订阅、按赞、分享，下次见。实在就是 SUM。